小儿退烧呢，就是推拿呢，确实有很好的效果。首先呢，我们要介绍一个头面部常用的四大手法：开天门、推坎宫、运太阳、揉耳后高骨。具体的呢，我们可以这个穴位呢，大家可以在百度上搜索。因为我们在这里呢，不好给大家演示。这是第一部分，第二个呢就叫天河水。天河水的位置呢，我可以在我的胳膊上给大家示范一下，在前臂的正中，从腕横纹到肘横纹成一直线。如果孩子发烧，体温超过38度、37.7度、38度以后呢？我们操作的时候呢，要取天河水。操作的时候呢，用另外一只手的食中无名指指腹，从肘横纹推向腕横纹，大约呢500次。在推这个穴位的时候呢，你可以蘸一点温水，或者蘸一点75%的酒精，都可以帮助退烧。然后呢？还有一个穴位退烧效果也很好，叫推下天柱骨。推下天柱骨这个穴位的位置呢，在我们脖子的后边，后发际正中到大椎成一直线，从发际推向大椎，大约也是300到500